今天的试放在第一天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昨天刚刚考完试。但是我已经放很久了。所以你是来我面前炫耀的吗？没有炫耀啊，就是说一下我这个暑假比你们放的早，然后没有作业。好了，嗯，你不用说了，你说的我都懂。等明年，我比你们早上20天，我还没有作业。啦啦啦啦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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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门在右边，窗子在左边，你们选一下好不好？天台在上面。好，不开玩笑了，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发微信的目的。就是暑假来了嘛，希望大家能够过得快快乐乐、开开心心就好。还有吃好喝好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完成家庭作业，完成家庭作业，完成家庭作业。虽然我没有。哦，好，你还没下去啊？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并没有。那么就是要一个很完美的暑假，对不对？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不要下河去游泳。开心就好。